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写《书山有路勤为径》。那个桃花呢，我们也画一个。桃花跟这是一样的，跟梅花差不多啊。桃花和梅花差不多。我先进。加一点点白，用一点白去调调的时候，我也没调，用一点点白，一点点白的调一点的曙光。调点曙光，它成粉颜色了。那现在这个海棠是这样，那桃花呢，跟梅花是一样的。你看啊，圆的。跟咱梅花一样的，像上一个，像下一个。和梅花差不多的，梅花差不多，但是它那个像后边的颜色深，靠前的颜色深浅，你看像后边的，后边的深，小的浅，小花花苞的浅，然后，它这个枝是，背后的五个点就是。向前的还有画线的，是跟梅花差不多啊，梅花差不多，但是它也有这个叶子，它那叶子是三个，三笔，我再画一下啊，三笔，一笔，两笔，三笔。就是桃花的是这样的，一笔两笔三笔一二三，桃花海棠和那个梅花一样，咱也把梅花练好了，就你好书回家吗？梅花练好了这个就行了啊，梅花练好了，海棠也会了，海棠会了桃花也就会了啊，这个还是很容易的啊，小然反正这个这个石头还是很重要，这个石头群法也群法弘染都挺重要的，这个我们是这个大体先这样讲，以后回去练的，练好了以后，下一拜我们再来做，然后就知道了，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。这是桃花是海棠啊？这是海棠，这是桃花。海棠呢，它这个线长，它有一个撑的，有长把，海。桃花没有，桃花没有，靠着树枝，对，这个有一个把子，有一个撑子，海棠，这个回去这个也练一下，那个特别是石头我印好的这个，每个群法都练一遍，然后体会体会。新同学呢，把这个练一下，把后边一个树。树练。那现在我们听听同学画的。他每次印的都少，一下就没有。等我看一眼，有空间，我有东西可以给你。好，给你。
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您这个山是山石也是假山还是什么山？您所有的山呢、啊？这个讲起来很多，内容很多。啊，这个石头呢，有太湖石、空壳石，各种各样的。石头里有山有树。这是谁画？这画的不错，这个。这个是班长。哦，班长。是你画的？对呀。这个纸皮纸画适合画山水。哦，可这个纸很好画的，这个纸比云龙好画，纸好用，很好用，纸好用，这个纸很好。这个呢，就是要不要这么太平均？这个红画是什么？有多看不懂你？我看不懂，我至少是跟着你画，我不知道这个红的是什么东西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凌霄不是，我都看不懂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。木棉花一样，有点像木棉，哦，木棉有点像。它那个后面那个老师被扛住了，不知道的话。这个姐姐好厉害，我不晓得会真的画。姐姐好厉害，老师好厉害。这个只是跟旁边。这个红的是什么花？我都看不清楚。有点像苹果，不像苹果。这个不知道像什么东西。那个外面有的。全是都是装在人家园子旁边的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因为我们看不懂。